打了二十分钟，你跟我讲这些，我到尾都没有说你跟我讲这些，一千八是怎么打的？一千八，靠腰我挂网哎、欸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打点？挂网？你挂网多久了？对，我没发现雷克在挂网哎、欸。你什么时候挂网的？我想说什么？他挂了大概两分钟了。哦，我想说怎么离开、欸？怎么结束的时候看到雷克萨有那个中离游戏，对不对？我没发现、欸。打一千三，那又怎么样？好，让你多五分钟，你有没有三千呐？啊，那所以呢，又怎么样了？什么又所以又怎么样？那、啊、你就不觉得你自己在搓啊？我没有在搓啊，你那个174的173那个要我怎么打？干你俩，你连三千都不带，你开场问他，你开场问他，你开场问他为什么要换线？他回你什么两个字？干你不是嘛？啊，人家换了就换了嘛，啊、换了上攻上就打不赢，你为什么不带下让下先通关可以去别路？啊，下路我是不是有靠过去？你们是不是还是被两个被击杀？我你靠过来是从线上走出来，你永远都不是从河道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哪从线上走出来？你要不要去看你自己？你去看吕布瑞，你怎么走出来的？你去看吧。我从三角草这样开一滑下来，你们两个被击杀。你开一滑下来，你玩雷克萨开一滑下来、啊。那时候有眼吗？那时候那边有眼吗？还是没有眼？没有眼啊，没有眼。我们都是推线，我都是他红眼啊，他怎么会有眼？ Okay. 我不懂你为什么从上面滑下来，那你没有一，你怎么顶？走过去顶。他已经走出来了，走过去顶，你们先被开。怎么我们被开？我们每次都是我们站在前面，我们被开，每次都四只下来，三只下来，我们被开。打野吧，你都觉得我很烂的话，那你自己打野吧，别在面壁。你觉得你很强吗？我没有觉得很强。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这场没有问题吗？好吧，我就问你嘛，你觉得你这场没有问题吗？我有没有问题？绝对不止我一个啦，我就这样回答你。那没有，不是没有，我们不要管其他人嘛。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问题吗？对嘛？你为什么不管你自己？为什么你来管我呢？啊、不是我问你在哪里？我问你在哪里？我没意见，我问你在哪里？我问你在哪里？你问题我不想去追究，但我的问题也 不是嘛？你说我有问题，我问题在哪里？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麻烦你告诉我，告诉你先告诉我的问题在哪？去你妈的！你先告诉我问题在哪，不要去我妈，好不好？讲人话，你有没有水准啊？讲人话，你有没有水准啊？讲人话，去我妈！我妈去你妈呢！讲人话是对的。你叫我进 DC 是在跟我飙脏话吗？你脏话有没有比较厉害、啊？我叫你进 DC， 我跟你说好好讨论。那你从头到尾在好好讨论，我就问你，你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不是跟你好好讨论吗？那你骂我操我妈是怎样？那你打的好不好？到底要怎么讨论？那你就自己打野、啊。那你叫我进来干嘛？那你叫我进来干嘛？可以啊。那你叫我进来干嘛？哦，因为他懒得打字啊，他懒，因为打字就比较耗时间，所以他想要就是对嘛。啊，你在那边打字，你到底要不要玩游戏啊？我那边还要回你打字。然后呢？那你玩游戏了吗？你玩我打字，你玩游戏了吗？我打字我也在玩游戏啊。啊，你管我要怎么玩游戏？那怪我喽。如果你觉得今天你会被路人、啊、你叫我进来的呢，老板，不然就是你自己打打野，这样合理吧？他们不是我朋友啊。啊，我说逻辑有吗？啊，我不懂啊。好了，你就找他们打打野。我不懂啊。所以说我双排我也要自己找打野咯，我不能打线咯，我单排不能打线咯。啊，如果你我说了嘛，你觉得你说什么在对路人你的打野，你觉得你有意见，那你找你觉得你哦，我讲的是事实啊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有我也有看吗？我在看比赛啊。哦，你去看啊。我正在看啊。你去看，包括你这边两个人，你去问到底是你的问题大，我的问题大啊。那你去看他上一场好不好？那你就问这两个人到底你的问题大，我的问题大，这样就好，你不要跟我扯这么多。哎、欸，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各位，我发现一件事，那个雷克萨，我上一场也有遇到你，你玩奈德利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啊。我说你，我上场遇到奈德利，突然发现我就说你的卡特，你卡特是死什么东西？我是、啊、我是上一场的。你的零星，我去帮你，你死了什么东西？你自己回答我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游戏我有去怪你吗？从头到尾都没有，我就说放就放了。你他妈的一个辅助那边哔哔哔，你认为你能比他也比较强，那你来打嘛，逻辑就是这样子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辅助就是比你还强啊，不然我们 PK 啊。PK， 妈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 main 的路线不一样，你觉得怎么样嘛？我跟你 PK 嘛 ，PK 辅助一定是他赢，然后 PK 打野的话一定是另外一个赢，这样。不用啊，打野 PK 啊。打野怎么 PK？ 没有，我本来就不是打辅助的、啊。我本来也不是打打野的啊，你不要看我 DB 这些吗？我没关系，那换你换，我这样讲，你打哪里的？我打 AD 的啊。那没关系，那就 AD 对挑嘛。AD 对挑，
干，你打赢我陪你算进去吗？啊，你对挑你单路打赢，你五个人你打赢吗？你有单路打赢到吗？我连龙区我都不敢过去，你想我想吗？他中路没线权，他连过半的吃兵都不敢，你没你有没看到吗？你要不问卡马，卡马在吗？卡马你在不在？卡马在，卡马在。连过半都不敢吃兵，你只敢远程丢 Q， 对不对？那个烧肉说，我再跟你说抱歉。不是，对嘛？我先讲一个逻辑给你聽。我可以讲一下我原因吧。等一下，我从来没有怪谁输线。啊，你是怪 JG 没帮线？我觉得中路输线没问题，因为对面卡特毕竟99是不是，我这样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就好。他中上两边都输线，你帮了就是多死的，你帮不到你也是白死的。理性出来讲一下啦，我不靠你的话，你是不是崩到底了啦？啊，你在讲上一场吗？我觉得我上一场啦，上一场你玩那个什么飞丝啊，我不靠你不也封到底了吗？卡特不也去你那边的、那个飞丝？但那不也飞丝？我压着凯尔打啊，我是压着凯尔打。那个罗俊伟是李鑫跟卡玛，然后王国书是卡特跟飞丝。好吧，我这样讲，一开始我们这一场是不是上中都出现？他刚刚说他把凯尔压在地上打，你没听到吗？啊，你怎么会说出现？啊、没关系，我先讲，那好好好，你让我把话讲完好不好？中上是不是出现？对，我没出现。开场十分钟是不是对面八颗头，我们下路两颗啊？让我讲完嘛。对面八颗头，我们下路有两颗头，对吧？没毛病吧？好、哦，那我们下路的塔剩下一半的血。也没毛病吧？好，来再来。那你既然你上面中路上面你杀不到人，你是不是靠下把塔推了？我们可以转上转中。几分钟嘛？你、啊、我现在问这两个、啊，来来啊，我知道。来上面你今天的飞丝跟卡马，来先讲飞丝卡马跟讲。好，我懂。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你来帮下，我下推掉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帮上？我是不是可以幫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再看一下那个？永远都是，永远都是，他中立塔已经被我们永远都是多打少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让我讲？你要不要让我讲？我已经帮你们讲了，你要不要让我讲了？他中立塔被拔掉，你是不是逻辑上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下路推掉，永远都是四打五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是五打三、五打四啊，因为有一个要去补线啊。这样你听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哪五个？我们下路两个是不是可以跑线？重复讲，我们下路两个可不可以跑线？我懂你意思。你还在扯？这场我没带传送，我带点燃。我们、啊、你有没有看一下对面经济差永远，你只要把下塔推掉，我们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下路赢、啊，下路赢啊，人家会这么乖乖让你推吗？下路就是赢。好啦，你要不要让我讲话？我在讲话，你这边一直在那边插嘴。好，你讲话，我插嘴。一个一个讲，好不好？一个讲。他中一塔已经被拔掉了，戴安娜肥成那个样子，全部视野都没有。他单阿里只要一开啊，冲进来，他们开战有几个？斯文也可以开，牛也可以开，我们两个只能撤而已。你看，你还是没有听清楚。进场是没得出来。好了，那不然你现在的逻辑好，那我们现在问这两个人嘛，因为我们就可以去中上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守预示者？去你的！我在追下的时候，他如果先单吃预示者嘞，他是丹娜哎、欸。啊，那掉一只预示者。丹娜双眼速度很快啊！我先说，丹娜双眼速度很快。对啊，你会不会打打野？他单吃预示者嘞。那你掉一只预示者，好，那你让你掉一只预示者。好，那我这样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推完塔之后掉一个预示者会怎样吗？我们拿他一个下一塔，中一塔已经掉了，他拿预示者直接破到中二塔跟高地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我们都哦，那我现在问你啊，那你的逻辑是啊，你要去守那预示者，那你守到了吗？啊，是不是他没有把他吃掉嘛？那你守到了没嘛、啊？那你下路慢慢推就好了嘛。你们我是我赢线我要慢推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他们四个人 gank 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吃预示者？啊、三个人电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吃预示者？你都在中上，你怎么不吃预示者？我怎么单吃预示者？怎么不能单吃预示者？你到底会不会玩？你到底会不会打 low 啊？所以你一吃预示者都要好几个人帮你开吗？他上路中路，打野在下路，你有中级，你不吃预示者，你跟我扯一堆。好啦，那你就认为你的论点是对的嘛？那就这样子，没得讨论、啊。不是嘛？你这两个在听嘛？你不觉得你很扯吗？你说你来帮下预示者会掉，那你没有来帮下，那你预示者是不是要你应该吃？那你吃了没？
哦，我是不是有扣中上？那你就什么事都没看到嘛，在上路啥事没看到？晃，好了好了，对不对？下来也没看到事，晃。啊，那就打了一分钟，就是再晃而已啊。那你到底干嘛？我不想赢吗？难道我看起来不想赢吗？你不是你想不想赢吗？那我从头到尾叫你赶快来放下吗？不是嘛？啊，你有算什么头？你永远都站在我后面，你顶都不顶。好，那你塔下你不敢打，你塔下也不敢打。好了，拜拜。你到底能干嘛？没什么好讨论的，妈的，不是啊，你真的很扯哎、欸。